江江是我对奶奶撒娇的昵称。江江她很爱发浅，更正确来说，她并不富有，但她是真心希望您好，舍得付出所有的人。去年因缘机会得到爷爷奶奶的奖金，我报名了说话的艺术课程。我觉得其中最难的就是如何去调节情绪。奶奶您华丽的转身给我出了课题啊。在民族很庆幸我们是有主的一般人，喜怒哀乐都可以跟主说，相信并依靠他。奶奶祷告里常说到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要祷告到主那里去。奶奶，谢谢你用精彩的一生带给我们最好的榜样。这段时间家人们都感冒了，我想这是叫思念的病毒。他去了，真是奶奶在想我们了。感谢主，阿门。